天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猫熊团团圆圆的18岁生日，所以呢，园方特地准备了精美的水果蛋糕来替他们庆生。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，团团圆圆是张大了嘴巴狂嗑蛋糕，真的是非常可爱。而这个蛋糕上的蜡烛是利用他们最喜欢的竹子做成了数字18，而他们一度呢把这个蛋糕都吃垮了，场面非常的有趣，也让现场陪他们庆生的大小朋友看了都相当开心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